这个清华已经是有很深刻的印象，只不过今天以这个本校生的这样的身份回到学校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还是非常激动的。我很喜欢清雅书院的原因是我可以在大一的时候选择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有更多的选择吧。同时呢，在时间的平衡上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自己，也给自己适应的时间，我也需要找到对我来说最好的方式，能够让我在比赛和学业中有一个更好的平衡。我刚刚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滑雪社团的朋友，但我觉得滑雪社团我只能是和大家一起玩，我也希望能让更多人去尝试他们滑雪，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尝试一些我不擅长或者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我也希望能和大家来交换这种感受，他们带我去玩这些其他的项目，然后我来教大家滑雪，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了。我是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让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在人生的道路上也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会很珍惜的去利用好这段在学校的时光来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我想我到底能在学校待多长时间才可以把清华转个遍，因为我已经来了两次了，我转了这么长时间，每一次都去了很多地方，但是我发现我完全没有把它转遍，我去的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区域。因为我喜欢去尝试新鲜的事，我喜欢去触碰这些我自己未知的领域，想要丰富自己的知识，所以我想来到新亚书院我可以去尝试或者学习到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最大的梦想就是参加到2026的米兰冬奥会，取得好的成绩为国争光。当然呢，我在学校中也有很多自己小的目标需要去慢慢一步一步的实现。